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别这，你这都干嘛？阿姨，别这样嘛，我来找一下阿妮。我走先。阿姨，我接点礼物。阿妮在吗？哦，谢谢阿姨。拉尼，拉尼，你怎么上来了？哦，我上来看看你。等一下，你先坐一下吧。哦，好。拉尼啊，你怎么吃这么简单呀？习惯。你还在生我气吗？阿宁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决定了带你走。嗯，真的，不骗你。你不是骗我？我不会骗你的，真的。但是，我要跟你小妈去说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用说了吧？不行，因为这样带你走不好啊。去和你小妈说一下，好吗？我去说一下，好吧？那我们一起吧。好，走。阿姨啊，我想带拉尼出去打工。阿姨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嘛。出去打工一个月多少钱？一个月五六千，然后一年下来就五六万嘛。那钱给我。阿姨，现在不是还给我还没现在不是还没赚到吗？跟我不是阿姨，现在不是还没赚到，等他赚到了年底回来会给你的呀。阿姨啊，要不哥你先过去，我跟他你自己跟他们讲吧，跟他讲一下。你确定吗？我先过去。你不要啊，活得起啊。阿姨，就我那我先我在外面等你，好吧？好啊。阿姨别生气啊，阿姨。啊，哎，拉尼，搞定了吗？刚不好意思啊，小妈她就那样，她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没事，就是我怕她打我。她就那样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她还是不同意的。啊？但是没事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明天早上来接我嘛，然后我明天早上就准备好。可是你小妈不同意怎么办？是不可能，你放心，你相信我。嗯，要不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说一下吧。嗯，这样我真的有点担心啊。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哎，爸。啊？你不会骗我吧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兰妮，我说带你走一定带你走。那你明天早上一定要来接我吗？嗯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出去之后什么都要听我的，不要学坏，好吗？好。明天早上一定要来接我哈。好，拜拜。你不会骗我？我不会骗你的。你不会骗我吧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兰妮。看吗？我看啊。